厉害了，无敌，无敌，哇哇！战争归战争，我知道，但是谁他妈可以告诉我，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一群蜥蜴拿着枪，几个蜥蜴啊？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蜥蜴先生拿着啊，这什么 UMP9 还是 MP5 的冲锋枪在干什么？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队啊，看一下另外一队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？一群婴儿啊，这几个婴儿啊，哎呦，这个太多了吧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来来来，我们让他们开战，哦，哇，这个婴儿抽很快，哇，虽然对面这个蜥蜴先生只有十个，但是他们的火力很坚强啊，哇哇哇哦，啊，冲啊，婴儿，啊，这个婴儿完全没有反抗之力啊，十个蜥蜴先生就把他们干掉了。哎呀，你们很残忍呢，你们真残忍啊！现在这一只的蜥蜴先生后面要面对的是我们的200个婴儿啊！然后我们看一下这200个婴儿，这次有没有办法把蜥蜴给 KO 掉？开始！哇、哦，感觉有机会哦！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个人独自面对这200个婴儿，看他怎么办？哇，婴儿爬过来了！这婴儿是什么东西？是啃食它吗？哇哇哇！哇，还有很多婴儿耶！哇，好恐怖！我这样看，谁会赢啊？这婴儿是什么东西？我这也是看不太懂。这婴儿是什么东西？就爬到他身边，然后头一直在抖，就一直在抖他的头，而且还发光啊！这些婴儿是怎样？哇塞，是怎样？18重婴儿是不是？这也太亮了吧！这个每个光头，然后太阳这样反射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不好？哎 ，baby 队赢了！哎，这个声音听得好恐怖哦，赶快转掉！我知道战争是战争，但是谁他妈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喷火龙会在这里啊？谁可以跟我讲一下喷火龙在这边干什么啊？那我看一下他的对手是谁。来来来，不是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喷火龙的对手是这个啊？是怎样龙的对决是不是龙的战争吗？啊，好，我就成全你们两个。来，你们两个给我开战啊！来来来了，我都会飞，两个都会飞啊！喷火龙喷火，你不会喷火是不是？喷火啊！然后喷火龙就一直转弯，喷火龙竟然赢了。哎哇哦！这代表说，现代的龙比古代的龙还要厉害。这个异种龙输给我们的喷火龙，代表我们的神奇宝贝还是最强的。我们的结论就是，神奇宝贝最强。战争是战争，我知道，但谁他妈可以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皮卡丘会在这里啊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？啊，小皮卡丘，刚刚是喷火龙，现在是皮卡丘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对面他的对手是谁啊？不是谁？对啊，就他妈的，谁他妈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皮卡丘的对手会他妈是胡迪啊？啊，在拍什么《玩具总动员》是不是？胡迪啊，怎么回事？来，我们就看他们两个对战是可以对什么战？啊、来来来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皮卡丘，哇，皮卡丘好会射东西啊！哇，哦、哇。胡迪直接一个手刀啪把皮卡丘给打死了，胜不骄败不馁，没错吧？我们的不馁，我们一只皮卡丘输没有关系，但我们十只皮卡丘总会赢一只胡迪了吧？来，哦哦哦，这个速度哇，冲超快，哇，一堆雷射刀啊，哇，他直接把胡迪打飞呀、啊，哇，胡迪还没死，哇哦。这个胡迪很强啊，这个生命力，哇、哦，一刀一只啊，哦呦，他又被打飞了，哇，他一个回旋刀，周围皮卡丘全死啊，哇塞，这胡迪也太强了吧，哇，他经过一只啊，只要一经过就是一只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胡迪，这个胡迪，哇哇，这个胡迪太可怕了吧，人家常说啊，一件事情
不要那么容易就放弃，好吗？半途而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。十只皮卡丘，我们赢不了一只蝴蝶，那我们五十只总可以赢了吧？是不是？开始！来，我们看这个蝴蝶到底可以多强？五十只皮卡丘打不了一只蝴蝶啊！哦呦，又！哇、哦，这蝴蝶只要被雷射枪一打到，就是往后飞啊！只要他们可以控制好，不要让蝴蝶靠近他们的话，皮卡丘是赢定了啦，好吧？哦呦，差点这次就要死掉了！哇，这个蝴蝶打不死啊！哇！你看他们那个雷射光，我都不懂为什么皮卡丘是用雷射光啊！哦呦，死了一只！哎呦！我的蝴蝶血太厚了，还说这个雷射光根本就是瘙痒用的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声音也太猥亵吧！他们唯一厉害就是他们移动速度，他们移动速度超快的。哎呦，蝴蝶开始反击了！哎呦，蝴蝶反击到了！哎呦，蝴蝶反击到了！哇！哎呦，刚一踢三只给死掉！哎呦，哇，还没死哎、欸！哇，这个战争也太厉害了！哦，此生无遗憾了，能看到一群皮卡丘跟一个蝴蝶大战，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没有遗憾了。这真的是看不到啊，这种战争平常看不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蝴蝶也太扯了吧！哦哇哦，剩七只啊左右啊！哦哇，蝴蝶要赢了，剩一只。哦哇哦，哎，蝴蝶可以告诉我一下，你是什么做的吗？啊，我只能说啊，小智，你真的是太笨了，你怎么可以把皮卡丘弄得这么烂？没关系，我们五十只皮卡丘赢不了，那我们就一百只可以了吧？一百只皮卡丘还打不赢一个蝴蝶吗？凶悍吗啦？来，我们直接开始战争。哎呦，你看他们这个速度好快啊！蝴蝶，哦哟，我看这次蝴蝶要接近应该都超难的吧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声音怎么一百只就要被打死了？不会吧？不是，你们谁可以告诉我，那一百只皮卡丘你们是怎么打的啊？那一百只可以被打爆，打也太久了，打到天都暗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打这么久啊，就打了老半天，结果哇，你们还是输给蝴蝶啊！各位，我已经把我所有皮卡丘养殖场的皮卡丘全部都抓过来了，就为了打一只蝴蝶，好不好？我们最后的一个1000只皮卡丘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这个阵仗，哇，可以吧？这个阵仗1000只啊，我都不信一个蝴蝶打不赢这1000只皮卡丘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只蝴蝶在这啊，来，我们直接开战了啊，开始！哦哟，超多的！到底是三小，超多的、啊。我看蝴蝶要靠近应该很难吧？哇，超多只，1000只，等到什么时候？哇哦！怎么回事？突然一颗炸弹下来，哇，这个炸弹超大的、啊，而且这什么东西？蝴蝶吗？这是谁获胜？蝴蝶啊！哇靠，太扯了吧！蝴蝶杀了60个皮卡丘啊！这太扯，这真的太扯，这是怎样？迪罗汉尸体？迪罗汉，哎，不是，战争是战争，我知道，但谁他妈可以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会站的猫，然后你看它的脚，它不是用它的脚掌，它是用它的脚跟站在地上，很厉害吧？然后这样子看着天空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对手，不是那个喷火龙，我看过了，皮卡丘我也看过了，但谁？谁他妈可以告诉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杰尼龟也太大只了吧！啊，这杰尼龟也太大只了吧！这比喷火龙还大只，而且这爸爸还会眨眼，我操！这杰尼龟还会眨眼啊！
好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开始，我们开始，看一下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猫，哎呦，哇，这个猫也太强了吧！它一抓把那个行李柜直接打飞啊！哦哇，直接获胜，这个猫直接获胜，那个行李柜死了还站着，什么东西啊？俗话说得好啊，一只行李柜折不断，那十只总可以了吧？还叠在一起的哟。来，我们开始。好恶心哦，那么大只行李柜，什么跟什么啊？哎，直接获胜！好哇，行李柜直接获胜哎！好哇哦，他们就踩一下这个猫，直接被你看直接被踩扁啊！这个就 OK 了啊，行李柜获胜。